提供更完美的驾驭体验。Lexus 开发团队持续在提升油耗表现，也从二引擎动力上不断精进，并汲取在日本富士赛道调教传奇超跑 LFA 的经验，来打造 F Sport 开旅车款，让操控与节能做出最完美的结合。本次台北车展 ，Lexus 除了带来划时代的油电复合动力概念跑车 LFLC 及全新的 CT200H F Sport Y， 现场我们还展示了领袖旗舰车款 LS600H、性能轿跑 GS300H、独具风格的 RS300H 及豪华车轮典范 RX450H 等四款 F Sport 开旅车款。希望在本次的车展能让各位亲自体验 Lexus The Power of Edge 的完美表现。要拍到吗？